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歼二零现在已经出现在珠海的上空了。哇，好近啊，这两架机啊。一架飞机进行垂直机动，另外一架飞机做水平机动。这个垂直机动最大的过载是9个G以上了。对对，要的这个实战意义的，现在是做一个大坡的盘旋。我们在室内都可以听到外面发动机的巨大的轰鸣声，巨大的轰鸣声，冲击力非常强，而且可以看到这的这种水平机动，展现出来这个飞机歼二零飞机啊，你看在这个机动过程中间还进行滚转，它的这种水平机动性能会迎合垂直机动，做一个滚转，对，做一个上升横滚，多次滚转，为为骨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体系结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，即将进行表演的是锆石飞机，对。这样你没看够啊直接的一个要升，对，我的空间，对，滚，飞机发下轮船，站在地做一个头滚，还在继续的进行表演，他是要表演，你看这个在半扣带着起落架完成相应的机动动作，好，像现场观众这些，这个地点相当漂亮，拉着对对对，不让的条件下来完成，对，做了一个筋斗，刚开始做了一个8G的钻石地形的筋斗，这个也是一定要保持这个队形的准确性和稳定性，对，正好是我们上方的通过，同时还有4G、3G、双击的特定动作表演和单击的特技表演。现在可以看到精彩的7G，精彩的7G开花，开花，这是这个非常。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，未来几天阳光仍然很强。